有些人说我份人很硬颈，其实是我做人有原则，为了这份信念我会坚持到底，就好像藏了一样，我就说越硬越好了，这样才可以保持脊骨健康嘛。但是硬得来又要有弹力，这样要很高技术的，海马牌健康藏了就绝对做得到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对自己和对海马一样都是这么有信心，海马牌健康藏肉信心的标志。心软，看我对着谁呢？